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胜利的象征。哦，这个是，我看一下啊，八之二之三之二，应该没有念错了。八之二之三之二，我念错了，就多多包涵，好吧？好，这个能力继承，所以两个要打就是一起打哦。基本上就做全体攻击，就不会有那个继承的问题了。啊，记不记？其实对大圣队来讲无所谓了，只是说我们的这个时间会比较快哦，通关时间会有差。哦，接下来第二关哈，这个对，就是腐蚀全部把你盖掉了哈。稍微记一下就好了，哦，这难，这不难，哦。哦，有这一对这个。基本上百姓目前从发疯开始到现在都用同一队哦，顶多这一只有换过啦，这只有换过，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圣达队哦，圣达队哦，这个自爆弹5000点，这个打5000多也还好啦，所以随便哦，这随性而发，看你要怎么打都可以。哦，他自动打左边，那我们就自动让他打左边好了。这个现在血量还蛮多的，就转一下，好吧？哦，这队就可以这样横着走了。基本上甚至可以比背弓队还快，因为我不太像现在这个关卡来讲，我不太需要说要顾虑到说我必须要储技的问题，所以我是直接碾过去的意思。哦，右边就是防御力50000啊，哦，所以基本上天雷战场对魔力召唤出来的话，要灌它比较好灌哦。看到魔力战场出来了，就是对他就会造成伤害了。哦，边打我们就可以边储技了，所以这个还蛮方便的。哦，刚刚是属于一个失败的转珠哦，不过不打紧哦，不打紧。因为我们就是轻松玩，轻松打哦。嘿，没有消到。哦，这个有没有消到的攻击力就差很多了。好，进水珠哦，进水珠，所以我们这个关卡在通关的时候天降会比较高哦。这是属于组合技能，两秒转珠。哦，攻击的时候随机转水，加上这个腐蚀两个位置哦，那节省时间来讲就是哦开技，哦开技，好，可以开这一只，小心不要撞到这个哦。撞，没有撞到，骗你们的哈。
好，一波带走。极力重置，哦，还真会挑啊，哼，还真会挑，挑挑这只毛上机 ，OK 啦，就是极力短嘛，所以无所谓了。哦，不过现在毛上机跳起来的时候，有没有，基本上应该会跳到满的。如果 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应该会有这个特性。就是毛上机虽然说是被它吸掉掉，可是现在跳起来的话应该会发光才对。嗯，没有哎、欸，所以被改掉的意思就对了。那就改掉，不然怎么办？我也没办法改变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强化盾。这个 easy 哦，就是做出强化扶持就对了。嗯，看一下64，这个节省一下我们的时间哦，不要太浪费时间。可以带就带一带了，没关系的哈。这个再来一个，哦，没带走没关系，我们补刀就好了哈。哦，废雷，哦，很废的雷，哦，复活变强。过变强，所以就是慢慢打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带是谁呢？哦，这个不用复活我们就很强的齐天大圣哦。哦，血量尽量保持满血哦。哦，因为这个血越少被打越痛哦，这个大圣的特性，所以我们尽量能保持满就满。虽然说复活变强对我们来讲应该也不是有太大威胁啊，但是这个算是我们对他的一种就是尊重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没复活变强之前，我们就是慢慢跟他玩就好了。哦，打一打，差不多打几应该 也要跳了哈。哦，刚刚应该开机的，可是我没有开哈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毛上机的 CD 很短，哦，一下就跳上来，所以无所谓。留着也其实也是不是坏事啊，因为他原本的血量是300多万的，复活变强会变600多万，所以，哦，大家懂这个意思哦，比较多一点啦，所以留一些技能也 OK 啦，也 OK 啦哈，复活变强了，来看看我来看看有变多强哦，哦，为了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哦，我们决定不开妲己哦，这个。好，哦，就算是一个小小的蜘蛛加上龙科好没有啊，
这么帅，给他凑过就对了。好，欧啦欧啦欧啦，50%的 attack bonus K， 哦，照打哦，照打。好，以上是这个八风八之二之三之二胜利的象征，哦，胜利的象征。好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